我背叛了我最深爱的人。你眯埋眼睛啦。又好。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你是一个普通人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你是我的世界。不关他事的，是我做的。不要紧的，天知会原谅你的。神父了杀，不关他事的，真的不是我的。我走了，不知道之后怎样呢？主会不会原谅我？我知道他怎样。